Hello， 大家好。那我今天打算要这个抽东西，要抽东西。好，原因是因为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神器之魂的反奖。神器这个抽200次，然后有反奖，那是每日活动。然后有图谱，图谱一样是有反奖的活动啊。图谱抽取一样有这个活动，然后又有累积消费。有没有累积消费送？你看20000的时候又送一个符文的活动。那我这一次是想要把40000全部消费完。虽然我知道有一点点可能没有那么理智，但是我这次觉得三这个资源我觉得是蛮多的。你看神器抽满，图谱抽满，然后神器你看，来我算给各位听哦，因为一次是680，所以一次680嘛，然后所以抽20次。10次是680，所以抽到200次是13600，应该吧？我的心算呢。好，这个也一模一样，13600乘以二哦，然后在这个13600乘以三才对，因为全部都是，所以13600乘以三的话等于是40800，希望我的心算没有错。好，就等于说累销刚好40000，就是40800刚好花光光哦。好，那我最近有点缺万能，所以我觉得我愿意去抽哦，拿这些资源，三个这个反奖的资源，然后还有这个符文哦，符文的部分，然后还有一些勋章秘籍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开始抽，就来开始抽哦。好，那我们先从神器之魂开始抽好了，好不好？先从神器之魂开始抽哦。虽然心有点痛哦，只有70000，礼拜五猫应该就来了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想抽的时候不要忍哦，忍了会内伤。来，680嘛，对不对？20次，13600应该没错。好，来，好，这个两个这个，但这个我已经有了，所以没有用。好，再来，可以分解啦。哦，有个红色。好，红弹是防御的，我决定应该把它给分解吧。我不知道，好来，没东西。没东西，又没东西，哇！哇，这个。是要我边抽边骂吗？所以才会像上次那个运这么好啊！还记得我各位，我上次那个抽雅典娜的时候，边抽边骂啊，然后骂到一半，突然就出来了。所以我现在开始骂吗？赶快给我那个红色的那个，哦来了，暴击强度1.5%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可以哦。好，继续骂，继续骂，赶快给我啊！有个金色的，再不给我就是哦，黄色的可以哦。给个红吧！哦，来了，两个红的，哇！原来阿大骂喜欢被骂呀，一骂完，整个态度就不一样了。继续骂，哼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好，再来，没有，你看哦，没有骂就没有东西哦。赶快给我红色符文呐、啊，不是符文，红色魂石啊，红色精华、啊，通通都改，赶快来，来，黄色的来了，好，再来。200次嘛，对，应该没有错，200次。哦，这个我有了，我好像有，诶，这个我好像不是暴击率的。好，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好了。好，抽完了，又一个这个金色的，诶，其实还可以哦，这个收益还蛮多的。好，来看一下背包哦，哇，好多哦，超多，绝多，炸多，绝多。好，首先防御的我打算没有要鸟哦，防御的我都分解掉，防御的我都分解掉。那我们只冲攻击跟血量，OK，只冲攻击跟血量。希望我的做法没有错啦，我有点，因为我觉得现在防御属性好像没有那么好。不过，好，那我们先把该装的装一装哦。好，这个就先换啊，嗯汤嗯汤。好，卸下，镶嵌，然后这个是紫色的，一样卸下，镶嵌，
这个金色的，好，金色的，没金色我们都不会动，我们还是先把这个，除非已经满了，又是防御魂石，防御魂石不想鸟它，然后红色的、金色的防御不鸟它。好一个这个攻击的嘛，然后换上攻击的，哇，红攻，好，这个又有一个紫色的卸下，金色的上。金色的，金色，这都紫色的，不理他。哇，那其实我们还溢出蛮多的。好，因为防御，我觉得其实真的是用处真的不大，真的不大，真心不大。哎，剩下防御三颗哦，好，我全分解，说分就分，没再跟你讲太多哦。好，我们检查一下哦，刚刚有没有给我乱勾？哎。好，那先这样哦，分掉。哎，怎样？我还有这个不能分啊。防御的可以分，防御的两个分掉嘛。然后攻击跟生命的，好像也满了，好像可以分呢。因为攻击跟生命好像是满的哦。那好像要分呢。等下检查一下好了，然后这个也分，好，先这样子，先这样子，好，这个分掉两个红色的这个东西，然后御魂剑这个应该也要分，等一下先把这个分掉，御魂剑我检查一下，这个啊，我这个已经有抗爆率了欸。可是我比较想要用暴击率的那个，哎，这个啊，暴击率的，啊，怎么每次都给我这个啊？太扯了啦！他都给我同一个，哎，抗爆率嘛，然后暴击率嘛，我一定选暴击率的啊，不用想。好，那我把这个卸了。哎，又装同一个了吗？靠，好，暴击率的，好，装上去。那好，那剩下这两个也只能分解哦，因为御魂剑就是这个哦，也没有办法多装，所以就只能分解掉这个抗爆的跟攻防血的。好，那就分吧。等一下，我们先检查一下生命的魂石，还有攻击的魂石，是不是都已经全金以上了？金以上的。那防御的我们就不理他哦，先不理他。虽然我不知道不理他是不是对的啦，但我就是根据自己的感觉啦。好，我按到哪里去？好，金色的以上。金色以上应该都没有问题，红色的、金色的，好，那代表说我们剩下的都可以分解，都可以分解。好，分解分解，然后这两个也是分解，因为没有用了，因为已经没有用了。好，先分这样子好了，来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巴握剑在哪里？巴握剑在这里，很好。那巴握剑我们有一个这个加暴击强度的镶嵌，好，暴击强度我们就增加了 1.5% 哦。OK， 不要忘记有排书的六门是必定暴击哦。好，那其他应该还是会有一些作用啦，应该啦，或许啦。好，然后我们先来神器资源有一点不够哦，那我们先升好，
红色的吧。算了，看到什么生什么，不管了。好，突破的话先不要，不急，不急，我们先升好再说。攻击的升。然后红色的攻击哦，不要，我们先还是先把它基本的点好哦。你看像生命这个哦，点好，好，神奇资源不够了，没关系，那之后还可以点，之后还可以点，那至少我现在已经是全部金以上的这个东西了。好，哎、欸，忘记了，应该要先领哦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领一领哦。哦，还有一千一神器资源霜。好，那我们先开这个红色的。烂透了。好，橙色的生命也是要分解哦。两个都是要分解的份哦。紫色的。其实讲真的都没有用哦，都没有用。蓝色的，好 ，OK， 那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哦。哇，那我明天还要继续抽吗？突然有点却步了，因为已经全部都金色以上了。OK， 那我们先分解，先分解，一二三四，分解生命。分解，分解，好像我们一千一的这个神器资源可以用了，又有一千一了。这个嘛，红色的先升好。那生命我们要升吗？还是我们升攻击？我看一下哦，攻击的话，红色的攻击就加一百攻击哦。效果有限，那我选择加生命好了。好，先把这个升满。好，那生命的我们就突破。好，好，可以。突破之后加多少？一千多血。好，再突破。好，刚好没有神器资源了。然后，这个我们也可以突破，这个也还可以，这个可以突破哦。暴击率跟这个，我们先存4000的神器资源，就可以加这个暴击率，然后还有这个神器攻防血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神器先处理到这个部分，接下来抽图谱，没错吧？图谱吧。哦，这是雷消的嘛，雷消的先不管。图谱200次，好。我记得有一次优化了，因为原本好像只能一天只能抽10次哦，那现在优化了，就是可以抽200次哦。我在想要一次抽完还是分两天抽呢？各位，我来想想看。分两天抽好了，分两天抽好了，因为好像我怕明天我那个神器会有点不知道要不要消费哦。我们考虑一下，考虑看看。好，那我们先抽，因为明天还有一次，还有时间嘛。因为这个不是每日任务哦。好，先抽10次。OK， 保底的，先骂哦，不给红色我就。OK， 黄色的，还是黄色的。阿达玛不想骂你啊，赶快给我一个红色吧！都花钻石抽你这个烂图谱了，还是金色的，给我这个岩蟒吧，下面的。仍然没有，再来。依旧没有，快点出来！红色的，
没有。好啦，炎莽刺蝎光书都可以，好不好？炎莽刺蝎光书都可以接受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好，最后一次哦，现在抽一次。一哦，来了！我靠，怪力，这也是分解的份啊！不是下面的，就是分解的份哦。好，那没有什么意义啊，没有什么意义。OK， 第一天啊，第一天我们先真的没什么意义哦，都分了吧。好，好，那这个也满了。好，没关系哦，先不理。一样，我们先升一下哦，先升一下。该升的东西要升哦。OK， 好，先这样子吧，先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先把这个领一领，明天我们再来，明天我们还会再来 ，OK， 好不好？雷消嘛，符文，红符文，哎、欸，还有得开哦，然后这个好，两万哦，今天花两万，明天再花两万，刚刚好，你看408000，408000。跟我算的一模一样哦，心算达人是我。好，这边消费，还有骰子可以拿。好，符文我们来开哦。开什么？只要不要那种很夸张烂的。好，二号位的二郎很烂，我不需要啊。重复的呀，重复的，哎，有没有重复的？好吧，好像没什么作用哦。为什么是二号呢？气死！好，那不如就给大蛇。哎，四号有没有二郎啊？没有二郎哦。好吧，那算了，这二郎就先摆着吧，摆着哦，之后看谁可以用哦。好 ，OK，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哦。今天这个抽抽乐影片就先到这边。好。那拜拜。